美东汽车近排咧就汽车股咧就当王啊，所以咧就讲只汽车股啦。呢不呢个唔系汽车制造嘅，系做汽车销售嘅啫吓，有少少唔同，即系同啊中升啊嗰啲啊永达嗰啲相似。咁呢排头先讲咗啊嘛，呢排汽车股威水啊嘛，咁啊讲一讲佢啦。除咗佢同类股升之余咧，睇一睇佢之外咧，佢自己本身咧其实走势都 OK 嘅啊。咁你见到啦，呢个咧就有个头肩底的状况，咁其实咧，如果佢咁样话，呢度有个头肩底噶啦，已经吓，咁呢度咁画上去咧，又另一个头肩底，即系比较复杂嘅头肩底呢个啊，复式头肩底，咁啊已经系穿咗颈线噶啦，咁呢复式头肩底大概几多钱到咧？流落升幅有六蚊到，咁而家穿咗上去，咁你六蚊咧都唔错喎，又吓，咁啊恰恰你下一个阻力位咧，大概32蚊到，所以你可以。而家穿咗上去，咁有機會先睇32蚊啦，甚至乎咧，於6蚊嘅話咧，就33蚊都有，34蚊啊，接近啦，32至34蚊到啦，即係量度升幅目標就係呢個咧，就美東汽車啦。啊，其實咧唔單止咁嘅，除咗圖堅底之外，如果你熟悉形態嘅話，你發覺佢其實已開始咧營造緊咧。呢、这個線形走勢啊，咁啊爭一條嘅啫，啊都又禮噶啦就嚟啊。總嚟講咧，係技術走勢唔錯噶。不過咧，頭先話齋啦，通常突破之後有少少回事後抽啦。咁啊，不妨可以等一等先嘅，啊唔使急住嘅，因為咧就汽車股都升咗2-3日噶啦，啊因為汽車下乡嘛，咁啊湧曬上去，咁都升咗2-3日噶啦。咁佢咧都升咗第2日，咁有機會先回一回先嘅，咁可以不妨咧等一等到。接近呢個頭肩底頸線啦，27.6先咧就吸納佢，咁咧就目標睇頭先講嗰兩個位啦，唔再重複啦。咁至於控制風險嘅位咧，就係24.8度啦，即係25蚊啊，24.8度，由於穿咗咧，即係呢個右肩水平啊，於穿咗咧，就可能要控制風險啦，諗下。咁所以咧就個操作方法咧就係咁啦，呢個咧就係今日嘅潛力股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。